Realm of Altars 是一款由香港团队所推出的卡牌对战游戏，游戏内有多个英雄以及多个势力的卡牌组合。游戏玩法特别的地方是，如果想要增加每回合水晶最大值的话，就必须牺牲掉手中的卡牌。究竟该趁早牺牲高水晶消耗的卡牌呢，还是留在后面来个绝地大反攻？就让各位喜欢斗智、斗脑、斗心机的卡牌游戏玩家们来试试看哪个才是胜率最高的组合咯。